我跟你们说，铲屎官吧难断谋事，这俩家伙一个比一个欠。大咪吧他是嘴欠，但是大家瞅你啊，就问你怕不怕就完了。等到小咪呢，他是手欠，哎，这不上来了吗？你看他那小手啊，他就搁上面掏大咪。小咪说：“哎，你还躲，你往哪躲？”大咪呆呵搁里面一动也不动了。这让小咪掏的呢，我一看这没完没了了，那小咪可鸡贼了，过瘾就跑了。大咪还搁里面，好像让小咪封印了。那有时候四目一相对吧，就撕得起来了。好了，你越劝还越来劲呢。大咪说：“你靠边，你别拉我，你看我揍不揍他？”我真有病，有时候给你气的。是不，上一秒让他们整无语了，下一秒你看大咪的呆出啊，哼，狗都，你给我等着。